好，我想写一个矩形物件的 C 原版，我怎么做呢？同样的是这个，刚刚的这个是 C sharp， C sharp 的部分你转成 C 原的话呢，那当然要改，要大改。怎么大改呢？ C 原一开始不是 IntMain， OK， 参数也不一样，对，那我们不要参数。那这里呢，我一样定义啊 ，C 语言有没有 class？ 没有，对，因为没有物件导向。我先 include 一下 stdio 啊，这个标准输出入来这个。然后呢 ，C 语言既然没有 class， 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做出矩形？我们可以用 struct 做矩形的内容，但是我没有办法在 struct 里面塞一个函数。其实是可以塞函数指标的，但是不要搞得这么复杂。好 ，OK。所以呢，我现在在 C 语言里面放一个 rectangle 的结构。这个结构里面有两个栏位，一个叫 width， 一个叫 height。然后呢，我定一个函数叫 area。那以 C 语言呢，我们通常会这样做，就是 area。好，那 double 啊，两个 double width 和 height。OK， 然后呢，我这里宣告 rectangle r 的时候，我如果这样宣告，其实我不需要再做 new 之类的动作啊，我直接写 r 点 width 等于 5.0， r 点 height 等于 8.0 就好。然后呢，我就呼叫 area 啊，这里印出 percent f 啊。那6.2f 就是六，有两位小数。那这里就不能用 console 点 line 就要 print 对。好，这个各位应该都会探讨一下。那这时候 area 这里就不能用加，因为它是这样传进去。那 area 这个呢，我就要传 r 点 width。好，我们变成要这样写。好，存一下。不要存在这里。应该是里面。好，我就叫 RECT 点 C 了。Rectangle 点 C。好，那我们就编译一下。当然，不见得一次就会对了。各位会用这种命令列的方式吗？你会发现你有错，对不对 ？To or more data type in declaration 啊，然后 rectangle undeclared 啊，这里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会错吗 ？To or more data type in declaration 哦，这个是没有 double， 我们确定哦，资源没有 double， 我们看一下 float 好。C 语言我印象中好像有 double 吗？好，那有 double 的话，应该就不是这个问题。看一下问题在哪。哦 ，struct 这边应该要有分号，对。好，那而且呢，这个不能用 rectangle， 要用 struct。对吧？好，那如果我 struct 用 type define 就可以直接，但是我没有用 type define。糟糕，防毒软体。已经检测到可疑的项目。是人讨厌，防毒软体，把它关一下。好 ，OK， 好，这样 OK 啊，那我就 RECT。好，你看 R 点 area 是，这时候其实不叫 R 点 area， 因为它叫什么？它叫 area。
物也，然后呢，位置它也是这样，对啊。那但是这样写法好不好？跟我们刚刚的写法比起来，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方便？啊，有几个地方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我没有办法把这个 area 包进这一个里面，包进 rectangle 里面，所以我没有办法写无间导向。第二个，变成我每次都要把 width 和 height 重新传一次。你刚刚的这个 C sharp 根本就没有参数，但是这个 area 却有两个参数，对吧？是不是有点比较麻烦一点？但是呢，各位其实。如果想把它包得更像物件点，你可以直接利用 struct 当参数。如果你直接用 struct 当参数，那就不会有两个参数，就只有一个。所以我们来试一试，给各位看用 struct 当参数。那我先这样一个，我把它叫做 rect2.c 啊。这时候呢，我用 struct 当参数。那我就写，这里最好要用加星号。为什么加星号呢？再跟各位讲 ，r 箭号 width， r 箭号 height， 有看过这种语法吗？箭号，那箭号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用箭号？如果我不加星号的话，我应该用什么？如果我不加星号，我应该用点，对。但是我加了星号，我就得用箭号。如果不用箭号，我就要写括号星号点。好，那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呢，我 area 我就不用传两个进去了，我只要把这个 r 给传进去。但是请注意，因为我加星号代表位置，所以我要传进去的是 r 的位置，对吧？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再编译一次 ,rect2。一样的 ,area, 这时候就不用写 area width height, 就写 area r 压。好，事实没错哈。那这里看起来好像比较接近这个里。比较接近，但是这里就有同学在问啊，有同学在问说，那刚刚为什么要加 new？ C sharp 里面为什么要加 new？ 那这里为什么不用？那 C sharp 的 new， 你可以看到，我如果这样宣告的话，我的 r 就是一个静态物件。但是 C 语言里面要宣告动态的，我要怎么宣告？再把这些程式再扣一遍，变成 rect3。好 ，rect3。好，这时候呢，我希望做动态的，我们变这样。这里我就用星号。美肉有用过吗 ？Size of 。OK， 那这时候呢，我就因为它已经是指标了，所以就得用箭号，对吧？得用箭号。好，然后呢，这里就不用再加位置了，因为它已经是个这个矩形的指标。OK。好，这时候我们就 rect3。有错啊，他说 rectangle undeclared， rectangle undeclared， 我看一下， range size of， 我是不是有打错 ？rectangle。对，因为没有加 struct， 对吧？因为这个形态，
the inside trunk and cable。好 ，OK。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来 CT 三，一样的。啊，这时候不是 area， 对，是 area。OK。好，但是这样的结果呢，各位可能觉得还是有点每次要加 struct 啊，有点累，对不对？再加一百嘛。那你不想加 struct， 就用 type define。type define 啊 struct， 然后呢，好，那这里也可以用，这里用加了底线，那这时候呢，我就不需要一直加 struct， 我们就这样就可以了，好，用 type define， 好 ，OK。那这个就变成 ICT4。好，这样子，好，然后一样可以运作。那这些是比较。你写 C 语言一旦写熟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也可以用它来写类似物件导向的东西，只是我不能够把函数直接放在结构里面，最好是不要哦。其实也可以这样做，但最好是不要，因为它毕竟不是个物件导向的。那我不要把函数放在结构里面，那分开，但是它有点类似物件导向。不过还是有点不同，因为我没有办法写 R 点 area， 我必须要写 area R。那语法上有一点点差异。那另外是这个 area 也不能没有参数，它一定要有参数。那这是用 C 语言模拟物件导向的一种做法。好，那各位刚到现在一定会觉得，哎，我到底？如果 C 语言不熟，一定会觉得我到底在写什么。那这里就刚刚就有同学问到说，那如果怎么讲，就是我今天把 R 印出来，到底还会是什么？我们来印一个看看。我印一下 ，R 印出来 ，R 会是什么？R 是个结构，对。但是我如果说 R 等于 percent DA， 那也就是说，我想印出 R， 把 R 当成一个整数印，它会印出什么？好，那我们可以同样的再印出 R 的 width。星号 R 代表什么意思？一开始星号 R 通常我们会设成 room，
诺的话就是你。来，我们来做一次。我另外再宣告一个，我叫星号阿兔。好，阿兔呢，我一开始把它设成诺。那我印一下阿兔，阿兔的名字。西元的诺不是这样写的，但是等一下，他说十六行他没有定放，对，可以，伊克里亚确实还没定，这个阿兔。啊，你可以看到，当我设定成怒我的时候，其实啊，都是零。其实它一开始是没有字的。啊，但是呢，我呼叫梅洛克的时候，他会给他一个字。啊，所以我这里其实我可以不要用阿兔了，我直接用阿就好。我这里不需要这样写，我就直接这样写。那这个就用阿。当我这样写的时候，你会看得比较清楚到底它在干嘛。一开始 R 是零，后来呢，我呼叫 malloc 的时候呢， R 就不再是零了，变成44696418。哎，每次都不太一样，对不对？上次是这个，为什么？因为 malloc 函数是动态，它到底把什么空间分配的时候会把位置传回来，所以每次不见得会都一样。再试一次，怎么样？又不一样。记忆体空间分配给你，到底分配到哪一块不一定。好，所以这些程式，我建议各位仔细跟 C# 对照一下，那你会比较有感觉说，说 OK， 到底 C 跟 C# 差在哪里？啊，物件导向跟没有物件导向差在哪里？那如果你就是怕被搞混的话，那还是不要。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一下子 一下子 C sharp 会被搞混的话，那就不要这样，就不要看这一版的 C 哦。那如果你不会被搞混，你看这个会有助于你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好，那我这边把 ECT 压起来。我把这个直接上传到社团给各位。好，那你下载下来。我把这个上传上去哈，叫 C 语言的矩形程式做法，你可以下载下来解开，自己编译看看这四个版本，然后你了解一下，啊，到底 new 那个东西跟有物件跟没有物件的程式写法会有什么不同啊？